迷你世界中的迷你队长，他的隐藏武器究竟是什么？众所周知，迷你队长的眼神非常坚定，并且他的手中长期抱着一把步枪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迷你队长他没有隐藏武器。错，其实迷你队长的隐藏武器不是枪。你们难道不好奇是什么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见过迷你队长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官方大大对迷你队长的简介，他是一个特种兵，并且野外生存本领非常强悍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迷你队长他在老版本中，他的手中抱着一把冲锋枪，这是第一个隐藏武器。并且我们发现，迷你队长在水中他并不会嗝屁，非常的厉害。以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迷你队长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并且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迷你队长第二把隐藏武器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把黑色的铲子，并且在迷你队长的前方有一个小岛，这个小岛是迷你队长最喜欢的粉色。所以我和学姐认为，迷你队长他不仅有一把枪，他还有一把隐藏武器，那就是一把黑色的铲子。你们知道了吗？